你知道吗？有了这些 concept，人人都可以练出好身材。超级简单，super duper easy，OK，、okay? 谁都可以做到。其实有很多那个 expert，你要去 fulfill 一下啦。就是你吃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要吃得够营养，吃得够干净，然后要去照顾啦，OK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一定要超级好。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睡眠品质，整天都是熬夜这样子吃零食，然后打游戏通宵这样子的话，基本上呢是很难很难很难这样子。如果你年轻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的。如果你是到一个年纪这样子，你的那个新陈代谢啊，荷尔蒙开始跌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是比较难去锻炼出来的。Right？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水分要摄取要超级足够，这三个东西呢要摄取超级足够，然后达标过后练出来，就这样简单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我对于腹肌的看法，基本上我本身是比较喜欢做重训力量训练这样子。来到这些腹肌动作的话，我会没有这样想去练啊，也会懒惰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练力量会比较有效。我知道腹肌是一个很有审美观的东西，很 aesthetic 这样子。可是我本身会比较追求的是力量、balancing、physique 这样子啦。Nice。老师说好东西要分享，就这样拜。